特别好。回去，回老家去，我陕西人。大姐，你过来。在医院住了，孩子他上哪儿长没了？赶到我孩子回府了。这个里边就是个房。陕西人，回家看一看，孩子孩子孩子，你都看看孩子孩子，看到了吧？哎，孩子没养了是吧？人家孙子七八了没养了。哎，孩子没养。不是，他孩子没了，孩子丢了，孩子丢了，他自然掉了。不是他老了，回家看看你，百分之百孩子，百分之百孩子，一定是。那手机好，那手机，估计看不出来啊。